他怎么说？小朋友要不要吃糖葫芦？不用，不要钱哦。小弟弟听了很高兴，想要开门，可是姐姐阻止了弟弟，并且对小弟对地方，并且对小贩说：“妈妈说不能随便让陌生人进来。”老虎精发得逞，气得直踏脚：“我不会轻易放过你们的。”老虎精躲在附近想办法，刚好看到了一位老婆婆，老虎精就把老婆婆拦下来说：“